我们今天上折纸课，对不对？你要折什么？这么厉害，这么小就会折纸啊？你要折什么？你要折川崎玫瑰，对吧？好，这样哦，紫色的玫瑰哈、哦。嗯，我先把折痕做好。爸爸，我不会了，你教我下一步是什么？折痕先做好了、啊。